顶着八个月的大肚子，待产前出席最后一个活动。周佑廷认真工作，想多赚点奶粉钱。没办法分开的感觉，就是工作其实我心理层面压力非常大，然后我也很担心我太太，因为这个是男生嘛，就真的肚子大很多。然后我只要一出门，然后我女儿现在会比较会撒娇了，然后她就会抱着我，不想让我出去。然后我就跟她说，其实我也很不想去。同一时间，老公蓝正龙也没闲着，出席新戏宣传。提到老婆和女儿，瞬间父爱外溢。夫妻俩第二个宝宝即将出世，广告商也相中夫妻形象，商品代言邀约不断。身份正好是爸爸，先生是一家之主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之前代言的汽车广告，完全是透过他金钟讲的那段致辞，然后延伸到照顾女儿的部分。蓝正龙、周佑廷这对夫妻档一直以来都在电影以及电视戏剧领域。婚后，蓝正龙从浪子变身暖爸，一家之主的稳重形象更受广告商青睐。婚后，明星夫妻齐力赚钱的还有他们，他会是一直做下去，是非常幸福的那一对。对，六月和李毅这对姐弟恋夫妻档已经有两个小孩，李毅负责拍戏，六月则是主持节目。两人的好形象也让广告邀约不断找上门。六月的代言从民间厂商到政府机关都包下，又有李毅不时跳出来助阵，吸金功力超强。我们今天做红萝卜丁给你吃哦，很养哦，来跳来。原本是单独赚钱，明星夫妻共组家庭，互相拉抬身价，活动或广告代言费用增加，荷包赚满满。记者谢君仲、罗怡景台北报道。